吃完中午饭啊，发现这里好多那个要钓蜥蜴去哦。那牛哥在这里吃啊，好的这个毒水，拔一点，看一下有多少。这么大一颗。咦，密密麻麻哦。黑子，这个帮我找个袋子啊。没拿袋子。这一会儿功夫，你看，5分钟都没拿这么多，这里面不知道有没有，大家钻进去看一下。双胞胎在这里，先放这，看，肯定是昨天晚上下了雨，天气暴躁，这个笋干呢一下都全部冒出来了。不能浪费，拔点回去。哎呀，你看，这今天估计有一麻袋哦。下雨来了，躲到里面去，去里面拔。先放着。哎呀，看一下里面有没有啊？里面也有啊，就是比较矮啊。哎呀，比较嫩，来了就不要放过，反正衣服湿了。还是去躲一下雨。哎呀，下越下越大了，拜拜。鱼小了，拿个袋子去，只找到一个米袋子。呜呼，今天收获可以啊，嘿嘿，这东西可遇不可求，碰到就碰到哦。有些地方我们故意去找。别人来过，你看这一会儿功夫又拔这么多，我估计我那个袋子小了哈。这个袋子我都估计小了，那些都还没装。先把这些装起来啊。这些我都估计装满了。我去，哎呦，啊，袋子装不下了。进去。长这么大，今天拔笋拔的最多的一次哦。哇，又一捆。哎呀，算了算了，
留点下次来，长的基本上拔掉了啊，就剩短的了。黑子过来，好了，就这样吧，不要钻了，有是还有，还比较少，就这一片拔了一麻袋哦，不要去追小牙黑子，走回去，一点又几十斤了啊。